千万记得女孩子要按到乳晕，乳晕知道吗？因为乳晕下面就是乳腺，它里面就有脂肪，啊，按了会发炎。这样会不会两边都可以按？如果你这个头晕头痛，再来呢胸骨啊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从这个凹洞这里啊到这个五剑突这一块，你转弄头啊，从这里啊到剑突这一块我们叫胸骨。胸骨，那么上面这个地方叫胸骨柄，下面这个叫胸骨体，再下面叫剑突，啊，所以我们按的时候啊，按胸骨柄的两边，各位看一看，胸骨柄的两边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都放在凹洞里面，揉胸骨旁，这个呢是足少阴肾经经过的地方，也就是说胸骨旁开一寸。这个每一个肋骨的中间，我们给它按揉几遍，六遍，这样会不会来回算一遍嘛？啊，从这按下去啊，一面移动，一面按那个肋骨缝啊，这样啊，然后呢，按到剑突下没有肋骨了，再回来，这样按六遍会不会？啊，很舒服哦，啊，这个对肾有帮助。而且对胸骨下面的胸腺有帮助。我们知道我们胸腺啊，是我们身体的淋巴最多的地方。我们这个淋巴也直通这里，啊，这个锁骨下淋巴嘛，直通到这边，那排毒功能很强，所以它有它这个淋巴，如果活跃以后，我们第一个先输送到肾脏，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送到心脏，心脏刚好在这里，比较方便。那这个就比较远，但是呢，它对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，而且呢，可以少淋巴，就是淋巴本身就有解毒的，所以这个叫按揉胸骨旁的热骨啊。你看胸骨旁有凹洞，就开始按，每一个都给它按一按啊，这样四个手指摆上去，它就按四个洞嘛，有没有啊？这样按会不会？好，回去帮老公按。心前区，心脏的前面叫心脏区，心脏的后面叫心后区。那么当然，我们下面也要按，因为心脏在这里有一部分，心尖的部分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哎，按摩这边，按摩上方，啊，按摩这一块，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地方，是我们心脏的反射区。各位可以翻到彩图的第十页，第十一页就可以看。那么，再来就是啊，梳头了啊，彩图的第十页有看到吗？心脏有看到吗？啊，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两边是肺，中间靠左一点点有心脏。啊，那么再来就梳头，梳头简单，就梳头了，啊，梳头痛嘛，啊，开玩笑。这个叫梳头，梳头多久？一分钟就好了哈。好，梳头以后当然头会乱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关系哈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搓压三经，哪三经？就是督脉从我们的印堂一直按到我们后面的风府，风府下就枕骨下方那个穴位，对不对？风府上礼拜有讲过。然后呢，再从眉毛的头要站住，一直按，按到上礼拜讲过亚门旁开一寸三分，那个叫天柱啊。然后从眉毛的中点按过去，按到风池穴，是要有胆经的啊。所以第一个。我们用两个手指头啊，从印堂开始按，一面按再一半寸这样啊，一按一直走啊，这样。
好，再来按三次，其他都六次啊，只有它是三次。好，再来按站住，就眉毛头啊，也按三次，按到天柱穴，就按到那两条筋的旁边。再来啊，按三次，要慢慢的按啊。我们现在是赶时间，所以按快一点啊。然后再来，这眉毛的终点鱼腰穴，这按呢按到哪里？按到风池穴。后面的风池穴讲过了，在胸锁乳突肌跟斜方肌的终点，颅骨下方凹陷处啊。再来啊，要按啊，叫按三经，一条是督脉，一条是足太阳膀胱经，一条是足少阳胆经。对，叫按三经，啊，接着呢，我们搓擦头皮，这上礼拜头痛的时候做过，要不要这样？老师说第二个是攒足到天柱吧？哎，攒足到天柱。那第三点是鱼要到风池。是。这张文义的声音吗？是。因为被美丽挡住了，我看不见。啊，那么。再来是梳头啊，这个啊搓头皮啊，这个手啊放在头上这样搓。其实各位知道搓头皮对人非常有帮助。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女人为什么长寿？第一个有梳头，第二个有月经，第三个柔情似水。这个要搓头皮啊，当然你像美娥这样就没办法搓了，对不对？回家去把它打开就可以搓啊，有 Cindy 都不想搓，对不对？ Cindy 很漂亮，我们这里还好，都是